咱们聊聊你吧，你做服装还是卖服装？卖服装，然后也做服装。一个人吗？跟我小姐妹。跟你的闺蜜？对。做得大吗？现在不算大吧，我们是从今年才开始的。有她能穿的吗？对，之后肯定会有。之后肯定会有。对啊，我们来看到一段短片，是有关于她的服装店啊。I was strolling through the park one night, and oh, I felt so blue when I heard a little voice say, I'm so lonely too. Then I turned around to look, and to my... 哟，还挺大的，是个厂子哎。是的。大老板呢？这厂子有多大？做衣服的人有40多个。今天我们把他的合作伙伴也请到了现场，来，我们掌声有请。哟，也是个袖珍姑娘啊。来，你介绍一下自己。大家好，我是来自浙江温州的甜甜，今年32岁。温州人，你们俩谁大？我大。但你看着比他还小点。我比较成熟一点是吧？啊，对啊，这个创业比较艰难，资金哪来啊？资金的话都是自己工作啊积攒下来的。对，我们刚才聊了他们俩在生活当中因为自己身高的问题带来的一些生活的艰辛啊，你有吗？也是找工作都特别的难。嗯，在网络上打电话过去啊，他们都说没有关系，我跟他说过身高什么的，但他们都说没有关系。当我去的时候，进门的时候，他们就会扫描一下，从扫一下啊，又说我们这招满了。所以说其实职场对于你们来说并不顺利。嗯，但是要找到能够契合自己的这样的一种发展道路，有的时候又特别的难。但还好你们都有了情感归属嘛。老婆多高？我老婆不高，才1.96米。才1.96米，真的2米都不到。2.1米的人跟1.96米的人，嗯，那走在街上是好想绊倒他们。你是蚂蚁啊。今天的心愿是谁的心愿？是也算是我们三个人。对，我们三个人的心愿。谁来说呢？你来说吧。啊，说出你的幸福心愿。我的心愿是成立一个服装品牌。好，谢谢。来，请坐。那你想成立一个什么样的品牌？以后就穿上自己设计的衣服，还有自己的品牌，还有他们不好买衣服的都有。对对对，就是定制版了。对对，是的。来来来，听一下四位老师的见解。那我先来，我这个对口。第一，你们要做服装品牌这件事情，我们是可以帮助到你们的，因为你从品牌的设计，这个 logo 的设计，然后品牌商标注册的流程，我可以来帮你们。我自己本人呢是学服装设计出身的，我也可以给到你这个技术的支持，包括设计的支持。未来呢，当你们这个品牌最终做出来的时候，我也希望我能够是你们的第一个消费者，希望你们这个品牌越做越好。谢谢老师。很可爱的组合啊。两个小小的这么可爱的姑娘却有很远大的梦想。凤凰古城凤凰艺术年展组委会呢，因为我们有的最多的就是全世界的很知名的很优秀的艺术家的资源，所以我希望如果有一天你们有了自己的品牌之后，我们可以用我们艺术家的这些资源，从设计上，从很多你们所需要的领域，能够来助力你们的这样的一个品牌的心愿。谢谢老师。我很赞同你们心愿当中的一部分，感同身受的去理解跟你们类似的人群，带领着我们这些普通人去了解你们这些人群，我认为这很重要。人与人之间就是要互相了解，好吧？无论你品牌是否创建成功，我们都祝福你。如果品牌有了，再来上一次节目，我们帮你大力宣传一下，好不好？好，好，谢谢你们，再见。嗯，再见。无论巨人还是袖珍，他们天生备受瞩目，但也有属于自己的快乐和烦恼，在追梦的路上努力拼搏。愿天下每个怀揣梦想的人都能够早日实现自己的目标。